大家好，很开心今年来跟大家介绍我们的舒爽乐活迎中秋的高级中秋节礼盒，里面有甜橘精油，还有我们的豆蔻、绿薄荷，还有乐活的组合。听了这四支精油就知道它是针对我们的肠胃消化道，如果是小孩子还有老人家厌食没有胃口，甜橘加绿薄荷真的非常棒，可以来涂抹我们的这个肠胃道。还有呢，豆蔻对我们的呼吸道还有肠胃道非常好，所以呢是双重效果。再来，乐活是大家常用的肠胃道的一个复方精油，那我们很适合跟我们的豆蔻跟乐活加强来使用，就可以针对这个肠胃道比较严重的问题来运用。好棒哦，这个礼盒当中还可以装十支很棒的十毫升的滚珠精油，这是 Monica 经常在使用的脸部的用油。这是谁呢？好特别的花样年华，就在这一次，只要你满200 PV 就有送花样年华复方。这是每天 Monica 最喜爱用的脸部用油，很方便。我们除了送礼我们自用之外呢，你看我还可以把它放在客厅，还有我们可以放在我的梳妆台前，我可以随时来取用这些我很喜欢的精油。中秋节礼盒里面都是肠胃道的用油，所以呢很适合在我们天龙八部手卡消化道的细胞律动配方里面，我们可以把这八支油可以放在这个九宫格的盒子里面，然后另外一格你就可以把我们15末的空瓶放上椰子油，随身携带来照顾我们肠胃道的健康哦。